一个哭一个哄啦，足好的你甘知？啊，足好的你甘知？好好好好啊，有理有理，伊若伤搞怪，咱就甲收理。嗯，好好好，阿好，阿好，嗯，只要拢交代好你哈。嗯，啊，我来去小户。是不是呀？还是讲，阿好，你安尼一直鼓吹我去哦，我知你心肝内咧想啥。呵呵呵呵，不过哦，咱出家人哦，大无放空名利啦，早晚哦会出代志的。师父，恁是有讲过，不义之灾，人人可得。你敢？你若敢，我来叫护法来甲你讲。唔，哎，我一定会甲师父讲，我佛在心头者，绝对乌白人，绝对袂乌白人。嘿嘿嘿，安尼嘛，较差不多。啊，我来去啊。你要先甲我讲，你厝内底有啥物好物件？我等下我学的时阵，我嘛会较细腻的。嗯，敢若有一个尸体，其他的物件唔免消息要甲我砸出去。我哪会这高话啦？一个人偷偷学就好啊。啊，这只唔就是摕石头讲家己的脚，免比啦。先生，这回家财有你，要那么师兄会加千百倍。我无啦，大人啊，你这项物啊，一顿差高手啦，你唔免甲我说多少，若要说多少，应该都甲咱庄阿头迄间破庙外口迄只石狮啦。石狮？嘿，迄石狮哦，我领先你咧，大人啊，你爱好好甲加奖者。好啊，也唔过。我是要安怎替伊脱手呢？这简单啦、啊！我看迄只石狮吼，逐工伫个外面安尼吹风曝日，不如哦，咱听我起一间啊厝好大，啊三不五时吼，我若是忝，我嘛听我走来遐求亲一下。好啊，这个代志保伫老夫的身上，绝对袂互先输失望。好，也唔过先输，这个石狮敢有甲你讲，为什么伫老夫下下？会造成这种天灾，嘿嘿，这样、哦，哎，不如我安尼讲好了。有一个人哦，饲一只猫啊，伊是希望讲这只猫啊，听我退掠猫去。结果呢，这只猫啊无掠猫去无大紧，反倒转来，甲主人哦饲的这一挂金米哦，拢甲猫甲龟身骨全伤，而且一嘴都甲吞落去，小太平。你若看到这款的情形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先师，你讲这句话，敢有其他意义？无无无啦，我是甲阮徒弟啊去外面饮酒的时阵，听阮徒弟啊讲一句：杯底唔通饲金鱼。才向我想着讲哦，较早有一个老和尚，捌甲我讲过这个故事啦。这个老和尚讲这个故事，相信其中必定有含义。哎，这个老和尚是讲吼，咱人哦，未使干那看外表啦。有当时啊，咱认为讲应该哦，往往拢会变成不应该。多谢贤叔指点。你知，我知，其他的咱拢免讲伤多吼。啊，咱两个不是讲啊足欢喜，啊，你来用用，甲我吐一个大亏。老夫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贤叔甲我斗相共。我，哎呦，我哪有法度啦？你看我啦，规工安尼消消点点啦，爱啉烧酒，爱食狗肉，我哪有迄个能力甲大人斗相共啊？贤叔，老夫现在急要定债，要搁条例拨款，有一定的时间甲定数。啊，那安尼简单啦。咱拄只讲的迄只猫啊，我相信哦，伊身躯边哦，也阁有一挂西家的。嗯，以防万一，老夫想请贤叔替老夫募一挂善款。
哈？哎呦，哎，我都知了哦。你叫我来遮绝对无好代志啦。小太君啊，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哦，是咧看孤落落咩？老夫这是姜太公钓鱼，离水三尺，愿者上钓。对，迄钓咧真久安哦。我今仔哦，啉烧酒醉，才为着一尾鱼啊，甲人冤家。啊，起码我家己变作一尾台啊，啊，家己主动跳过来防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奇怪啊嘞！我都明明吼，在伫个大厅迄涂骹底啊，我是安怎呢吼？乌七久拢乌无，我敢讲红心乌去啊！阿爹，是啊，老爷，你即马先哦，卖怪啊生活之物，你赶紧甲我讲，小太守伊是毋是无受气？你是毋是无代志哈？是啥物好多生活之物啦啊？这是我这么多年辛苦经营哦，去人店头得来物件嘞。阿爹，阿娘是好意，伊是关心你啊。但这个物件无去啊啦，呀，一定是小黑想辛苦比迄个戆多爹阿提去。阿爹，有人质要无相信哦？伊哦。你看他死死的好了，哦，你嘛招好大胆哦，啊，搞我母啊我，我计划好好，叫伊代替你嫁，准备要搞害死哦。阿爹，老囝若是无顾阿爹的身世，那就亲身上火饺。你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恁爸阿囝到底是安怎？这摆已经是什么时阵？你两个在计较这的代志，你知影啥的啦？命运哦，若真是无叫应用哦，是影响到咱全家的性命嘞。阿爹，你若是加用一寡心思，伫百姓的身躯顶，唔免甲查某囝计较小个，嘛感觉平安无代志啊。你在讲啥？啊！啥物咧讲？山咧爬啦，管我啥物地带啊？啊！我是要给恁两个母仔仔哦，后半世人通过过好日子哦，我才这辛苦嘞。阿爹，既然你伫咧官场，做啊这尔辛苦，回去你要管事事，那又怎？时光，我即久若时光退去，以后你的生活要安怎？要我即久若时光退去，敢食一顿平安无代志啊？哈！老爷。敢讲这摆的天灾，你敢就是无度脱身性吗？有，要脱身，敢有一个办法啦，娘。是啥物办法啊？都爱靠咱两父的缘分，安尼走，我都必消太守哦，替我脱罪啦。阿爹，你千万唔通有这种想法。官场顶端，若真正发生什么代志？小太守会保护家己，袂阁阿爹的生死。哼，你吼，卖阁甲我闭关闭关收东收西啦，乖乖照阿爹的安排去做。阿爹自有保命方法，也唔惊小太守哦，吼，伊无管我死活啦。哎呦，小奶奶。那你到底是生是死？我找你找到足辛苦的呢。啊，就算讲你死啊，你嘛应该甲我讲一声啊。唔对，啊，伊若真正死，甲我讲的唔就是咧？Thank you.
咬出去，唔惊后背人等我身躯来。阿华，是我。嘿嘿嘿。哎，搞笑，搞笑。哎呦，你有影足甘心足乖啊！你知影我湖南特别走来遮做肉店无？主，啊你哪会知啊？你不是互人请去太师府做客，啊哪会阁互我弹出来？好，啊你一群问啊一条，我即摆是要先回答你达一条。上尾迄条，你哪会互我弹出来？嘿嘿，啊你哪会讲？啊煞唔知影，我走来遮来化缘啦。啊！人用这款的方式来欢迎我，啊，你知影无？你今日笑啥？我笑讲哦，迄个人啊，那不是目睭高着喇叭就是皇太，竟然哦，敢把太守府的贵宾哪像死狗咧弹出来？嗯，对嘞，你即摆是咧笑啥无？我是死猫啊，死狗。你实在是愈来愈好笑嘞！我。我看你这支嘴哦，以后敢搁胡白讲。叔，你这无意思的呢，有遮侪撇步，拢无爱甲我教一下。嘿嘿，我撇步甲你教，啊，你即摆是想要修理什么人？头一个我要修理。头一个哦，我先卖讲。第二个，我要修理迄个刘志宽，我要替百姓免挂青红出去，顺便替少奶奶报仇。安尼是真好啦，啊是讲我不是叫你去。官爷去找人，啊，你来找来吃。但即摆是安怎？你咧秘上出来啦！叔，你唔知影，迄少奶奶真正有灵有性呢。我头讲煞吼，就准讲你死，嘛爱出来甲我讲声，随着有一支手安尼伸出，就怪卡得掉的呢。啊！你讲迄支手有灵啊？安尼一定是狗的，啊！你怪恶菜。我傻啦！我迄阵啊，行到要破胆去，我就上下走到八卦阵的。你那遐无好运啊！啊，逐工咧念经拜佛啦，啊，佫遐尼无胆。紧的啦，赶紧的，带我来救人啦！叔，就是遐啦，拄只喜酒，就是伫遐出现的。我才看无啦，阿华，啊你不是讲有看到伊咩？啊人呢？你也看唔到伊咩？没啦，拄只明明就伫遮，哪会无去？原来是伊啊！叔，啊你是看到啥？是不是有歹命啊？连带啤酒啦，较袂安尼规工吼拢疑神疑鬼，知影无啦？哦，哎，叔，你要去倒位啦？除妖啦！啊，妖！你讲拄只迄个手是妖怪哦？你安尼逐工吼拢想东想西，阿哩不得，家己吓个家己，行啦！叔，你讲开麦，哎，等我，我开麦。吃米就吃米嘛，讲什么猪腰？哎，我就是讲，我会当当边仔偷看，来学一寡功夫。咱辅助你讲啊，出家人啊，会行恶去做，处处拢是有功，就要看你家己哦，是不是有法度去体会。那那次我甲你请教一下吼，啊，咱即马吃米是会当学着什么功夫啊？感恩啊！感恩。感恩哦。人煮面予咱食啦。安怎啦？娘，我哪样一刚刚拢无看到迄个物件啊？那边呢？我有讲过，莫让我看到你。你就是迄个刺客，戴清风。彩亮，明仔透早。你山顶等。我明仔一定要把你面骨摕来，证明你就是地精王。
你看这件代志要哪处理啊？你若是有兴趣哦，明仔你就倒去看卖，你就知嘛。代志唔知啥款，我要闹在条困啊！阿娘，阿爹去找小弟因斗三工啊，你唔免烦恼啦，只我带伊哈。明官啦，阿爹，老爷，阿你去。英雄来找明官，有代志靠阿叔讲哈。阿娘，我陪你去休工。你什么态度啊你啊？好，敢会当小帅？咱都甲明晚讲几句话。当然就是会啊，啊，不过明晚伊，我发答应你啦。安尼哦，哈哈哈！好好好，帮恁两个哦，好好去讲啊，哈哈哈！好好讲啊，哈。明官，你敢知影？伫咱相亲迄天，我看到一个铁面人。铁面人，伊跟我有啥物关系？代志你早会甲我讲。伊按无这灯，甲你救走，敢讲是你请来的帮手？小应着，你听好清楚，我袂嫁予恁的，我无必要恁学这种态度回答你的问题。刘平官，你给我听好清楚。虽然伊讲有你得过，啊，不过伊早晚是我的人。你上好先去保庇我。伊个铁面人，不是地清风。啊，若无，明仔透早刷顶一阵，我一定要甲伊碎尸万段。明仔透早，山顶一阵，敢讲遐地面人真正是真好。姑娘，你真是安尼。你是啥？我哪里家？我叫黄金曼啦，是你一个朋友将你送过来。朋友？敢是你秀恩？我唔知伊是啥人，但是刚刚看到伊面上戴一个铁面具。铁面具？又搁是伊？伊到底是啥啊？伊到底是毋是清风？姑娘，你唔免想遐多啦，恁朋友有伫讲。应当予你知影的时阵，伊自然会予你知影伊是啥人，做你放心啦。总共一句话，咱大家喜忧非得。你暂时当我遮的养伤，若有任何的需要，通知小云来甲我讲就好。啊，多谢。好。奇怪，铁面人是安怎要这么神秘？既然肯救我。煞唔肯予我知伊的身份。平平桑桑笑嗨嗨，平平桑桑笑嗨嗨，哭一个哭一个好大啦！足好的你敢知？啊，足好的你敢知？